小雨姐，小雨姐在里面看了，本来早起上班就不高兴，还看到这两个，说你来坐一个位置。可以。我要是你，我就这样上班了。恭喜女娃娃一天心思不放的工作上，赶紧做完。我说我不参加。你们俩是不是有暗号？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两个身材隔很近，我们大太近了。他当然了解了。是啊。其实我都看你。跟他做菜有。台湾人。嗯。台湾人。找乱编。哎，你不能要一直开始这样讲话，讲话都已经有腔了嘞。就是发现有这个问题啊。那我就开始准时嘛。今天真是 run 一 run。 我想说这个其实我不用卷舌的，有点刻意。你已经卷到那个小舌头了，他已经把扁桃给遮住了。你那个是大舌头。太热了，怎么说？太热了。对吧？有卷舌吧？方言。你就是卷舌。你那怎么还没来呀？你说一个字吧。老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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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闹老农，闹老农，刘奶奶，刘奶奶，刘啊刘，刘奶奶，刘奶奶打奶牛，打奶牛，刘奶奶打奶牛，奶牛挤牛奶，刘奶奶打奶牛，奶牛挤牛奶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，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，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，这样说话。陈老师，刺猬啊，您的魔法啊，刺猬小子嘛，刺猬啊，小子对啊，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，小帅帅，我本人就是一个笑话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。等下上来，不然你们就要到下面去了。对，还不如在下面呢。真的吗？这好窄啊！真的，你想在下面吗？这个好窄。还得不用。你还滚一下。铺的就好。哦吼！瞬间变大了。铺的就魔术大房间。剃的，太棒，这样好多了。可以有一下稍微往那边一点，然后你会顺势下去，然后这边这样。刚刚最后的姿势看着变了，有点。比如说，就算刚刚这个姿势，两个人都一起的话，会分开一下，有下一个动作也是挺合理吧？分开一下。妈，两个人。请让我们两个可不可以一起站起来先？可以站起来吗？啊，站起来之后再下就好下了。那你们有动机可以站得起来，小心。动机就是为了想要上沙发。对，再跳吧。我们再跳，其实可以想办法避掉他们姿势，让他们顺一点，不要硬要卡在这个。好了，来来来，亲一亲，今天胸肌都出来了。亲到胸肌都出来了。亲到变强哥。亲完。有。今天最好笑，今天是最好笑，人呢？
你停止吧。嗯，我停不了了。你停不了啊？停不了，那谁愿意停？猴姐，猴姐，这身高差，看你就是猴姐，猴姐，他怎么上了？小青的嘴也都可以，我看你哪里瘦，这动作都虽然那么大，拉过来到这儿，到这儿，也是有三大大包。对，就很像只兔子，但是很可爱。好可爱！好多瘾啊！你们。你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就跟他说。那就把它当成桑野。对。刀哥，哦，拍下吧。好的。我有事情。感觉已经玩了两年了，含苞浆了。含了两年。你停止吧。嗯，我停不了了。你停不了啊？停不了，那谁愿意停？猴姐，猴姐，这身高差，看你就是猴姐，猴姐，他怎么上来？小青的嘴也都可以，我看你哪里瘦，这动作都虽然那么大，拉过来到这儿，到这儿，也是有三大大包。这么的顺滑，只要冰里面就会穿会衣吗？
一点福利都不给。主要不是福利，是福利就给了。让我们感受一下是不是福利。我们大家，哎，大家，你看这，你看这一句，这一句，这叫我们有买票哦，买票进场的。你 OK 吗？我 OK 的。那我就不服你了。对对对。那我就直接踹了。OK。3:15。你是在真壳还是你的？没事。给来点水，来点水，来点水。水。来点水。水。来点水。来点水。那个。心动，我开始心动，彼此。
手。你刚刚那一刻，那一刻的羞涩，那一刻的羞涩，我都震惊了。你刚刚有一刻叫。我抖手抖脚。啥？你说刚亲完什么？这糖你是真吃吗？我真吃了。怎么能吃的哑光一点这个糖？很哑光啊。那糖不粘牙吗？粘啊，我就是咬了两下就滚吞下去了，就跟吃药一样。滚吞是成都土话，好土啊，有被吐的。滚吞就是一整颗咽下去叫滚吞。下就好下来了，那你没有动机可以站得起来下去？动机就是为了想要上沙发。要其实可以想办法避掉他们姿势，让他们顺一点，不要硬要弹的那种。好了，你们连亲一亲，连胸肌都出来了。亲完有，机智最好笑，机智的看着最好笑，人呢？我睡在你旁边，我来了，我来吧，你不行了，行了，我来了，开了吗？我比他像病人了，而且这是家属的。香香，可能有点味道。香香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脱袜子？因为我手难得。不要袜子。那你穿吧，好。
好，来准备。干嘛呀？好好看，很搞笑吗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不会啊，好可爱啊！很可爱，好可爱，真的，很可爱。我刚都没自信呢。要给他补很帅，没必要。我刚一擦，等会儿一擦就没了。其实上面倒了卸妆水。其实卸了妆也一样，更帅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卸了妆就变伤眼了啦。伤眼做什么？现在做错什么？眼睛擦掉。你是？哥。好。哎呀，这个颜色都是什么呀？嗯。哎，就浅白，就浅白。啊，就可以了。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喜欢这个的话，让我自己拿。走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我真的喜欢的话自己拿。左手啊，哥哥，左手。左手，好，这样。啊呀呀呀！好，我可以啊。来，这一次谁忘词？哎呦天哪！这句话好耳熟。来嘛。来嘛。来嘛。错的人，请大家喝水。可以。谢谢张震老师。预定，预定，明天的奶茶。来。谢谢，谢谢陈老师，谢谢威，阿子前辈，谢谢你啊！你真的是点了后天的，我们来赌后天的，来你请我，来来，别提醒他呀，哎呀，没事，别紧张，我吃饭都饭都下去了，心里想着说，哎，看谁说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怎么了？
亮很漂亮。这今天哪里漂亮啊？不是每天都这样穿吗？今天很特别呀、啊。哪里特别？我什么时候穿过这么暴露啊？哎，我有一个这个波点的衬衫。要波到一起吗？哈哈哈哈哈！骚凹的。换你，换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要吃鸡了。从车翻过来算了。从上面接滚过来，从上面接翻过来，空翻。喂，把我当司机啊！絮絮叨叨的，好忙啊。刚那个面包吹一下呗，什么吹？吹风机，放到微波炉里烤一下就行了。换场，换场。哥，就是你来颐和了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这种情况就是要先发脾气为强。你来怎么不说啊？就是那这样就很难讲。哥哥，哎，妹妹，你来颐和了，小哥干什么？你来之前怎么也不说一声？你也知道的，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长得很像，大众脸也很多，所以长得像也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懂懂懂，你真当我是傻子是吧？真当我是傻子。对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啊！神奇的走位。要躲他嘛，不来，然后我躲。我意外的，溜开一去，去他嘴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说你能这样吗？就一个蛇这样往里面走吗？被他追着我。开吧。对呀、啊。撒开了，但没完全撒开。就这么着。